爷爷跟他的迷信，长期以来把我锁在这个10平米左右所谓的家里。但我觉得，情况变糟时，才要双倍下注。 就在我以为自己触底反弹时，那粉碎我所有感知的思明出现了。如果让思明消失的代价，不过是对贝德之事伸张正义，那也不算太难。 你不知道他们都对我做。